在美国念书和在国内当明星有什么不同的体验？就是完全不同的体验。那你更喜欢哪一种感觉？其实这个比喻就像，比如说我问您，如果吃饭可以给您带来饱腹感，然后睡觉可以给您带来很安稳的休憩的感觉，请问您想最喜欢哪一种？对，嗯，对吧？做这样的比喻当然很难回答你。